谭二霄，这么早就醒了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大师兄，昨晚我们遇到一场大风暴，你把我们带到这儿来的呀？走。去哪儿啊，师傅？天竺。师傅怎么这么讲话呀？师傅说话一向简单明了的。走啦。二兄小心啊。我没事，都怪我自己不小心。谢谢你师弟。哎呀不客气，走。走。不会吧。小心点。来这边走，这边走啊。来。我结果你对不起啊。对什么？那么大一只别挡路，乱七八糟啊。相传500年前这里就是水帘洞，就是孙悟空住的地方。当时孙悟空和牛魔王大打一架之后，把牛魔王杀死，救回了唐僧，之后世界上就再也没有妖怪了。啊，刚才那个带着猪头以为自己是猪八戒呢。大哥大哥，怎么化成这个样子就以为自己是孙悟空是吧？老兄，给你个建议啊，有点专业精神可以吗？你看这个妆，头发分叉，对不对？边上都开了，露出头皮也不好看。就是，我跟你说，要出来混饭吃，必须要怎么样呢？得花点本钱是吧？得下点本钱。你看这个妆，一看就恶心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这样看我，不要这样看我，生我气，我也这么说，是吧？什么乱七八糟的。我不会生气啊。玩好。当然玩得开心，还用你说呀，是吧？是。来来来来来，这边还有，这边还有啊。这边还有。大师兄你来了。喝口水我们上路吧。你不要这么热情，我很不习惯。哎，你是师兄，我是师弟，我这样做都是应该的呀。菩提洞。对呀。大师兄，你在看什么呀？谢谢啊，再来啊。大仙，嗯，卖豆腐那个。哦，你说的豆腐西施啊。我听这几人的讲呢，他每天很早就起来磨豆腐，很辛苦的，赚来的钱呢全都给了相公上京考状元了。状元的这些日子你受委屈吗？不委屈，为了相公一切都是值得的。亲爱的亲爱的亲爱的。滚。辛苦娘子磨豆腐。辛苦娘子了。难过就哭了，开心就笑嘛。要又哭又笑算什么？不就是磨豆腐，我也会。这你就不懂，这叫做喜极而泣。是指遇到意想不到非常好的事情的时候，就会激动的流眼泪。哇，大师兄不愧是大师兄哎，文采出众，这么厉害的成语都知道。走。走啦。
悟空啊，去看看。好，师傅。我也就是啊，你这好久了。你看看他俩，你看看，你们干嘛呢？就是，哎，不会是要跳楼吧？哇，这么高呢？是，挺高的呀。哎，这两个人都已经站在窗户上3天3夜了，这干什么呢？这是，两口子吵架吧？ 看来我不应该来。现在才知道太晚了。留下点回忆好吗？我不要回忆，要的话留下你的人。你这样只能得到我的肉体，但是得不到我的灵魂。我已经有爱的人，我们不会有好的结果。你让我走吧。好，我让你走。不过你走之前得先亲我一下。 好歹也是个西洋武士，你叫我亲我就亲，那我岂不是很没有面子？撒谎！你不敢亲我是因为你还喜欢我。我告诉你，如果这一次你再拒绝我的话，你就杀了你！拜托，我跟青霞辛苦了。 我们能不能不要这么做呀？从前、现在、过去了，再不来。 曾经有一份真挚的爱情摆在我面前，但是我没有好好珍惜。直到失去之后，我才后悔莫及。尘世间最痛苦的是莫过于此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的话，我会对这个女孩说3个字：我爱你。如果非要在这份爱上加上一个。 期限的话，我希望是一万年。在世间，难逃避命运。 像一条狗啊！不奢望。
哪儿来的失望，不勉强又怎会迷惘，一路上依靠着信仰，你的陪伴是不断的力量。一生得到多少同样伴随着失去，不必太紧张，原来哭着笑着爱着恨着都会让人更坚强，所有痛苦快乐背后回头看看，哪有